王总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运营桌。哦，好，哎，坐坐坐坐坐，我随便来看看。好的，把这个记录数据给帮你带一下。先别动啊，我先别动啊，等着。这里。说了多少遍了，上班时间不能吃东西，还是泡面味道这么大啊！你们太过分了，别把我的话当耳旁风。是，马总。哎，帮我把毛肚烫一下。腌好了，给他们看看。哎，维维，你觉得写的怎么样？我的天啊，毛肚写的真好。哎，小琴，你觉得我写的怎么样？字正腔圆。我能感受到这文字的力量，我足了！给我看一下，我操，都知道了！哇，行云流水，该不会是你写的吧，马总？哦，你写的也不怎么样啊，我扔了。这么小啊？二十年塞牙缝都不够吧？哎，这么巧，你们也在吃月饼呢？哎，刚好我做了一个小小的。开干了！我连个月饼都没有。给点钱吧，爷，给点钱吧，爷。哎，没想到以这种方式与你见面。滚开，你个臭要饭！我现在宁愿坐在渣男的豪车里哭，我也不愿坐在你的单车上笑。你配吗？你配吗？滚！上班时间在听滚到大家，没时间搭理你。帮主，请。叔叔阿姨，我们来了。哎呦，你怎么找了个臭要饭的？看看你的好女儿啊，我就说吧，看照片像什么好人，贼眉鼠眼的。快找我来，叔叔别急啊，这是我的车，这是我的房，这是我上下位的东西。你哎，阿姨，还有小航，先把这个电供给他阿姨。哎，阿姨，我看你手机旧了，给你买了新手机。上面 APP 价格高，上门回收不用的旧手机，别放在家里贬值了。我那台苹果渣多放了一周，就少卖了300多，贬值速度也太快了。像我及时在上面 APP 上卖了，赚回了3000多。哎呀，你把我们当什么了？你以为我们图于你们这些吗？我们可不是物质的人，我们呀看重是你的人品和对我女儿的真心。哎呀，死鬼，看什么看呢？快给你提到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女婿长得多俊呐！哎呀，一表人才的。给点钱吧，爷，给点钱吧，爷。兄弟们，最后30秒，给我们收工！谢谢老板。我是谁呀？这是个臭要饭的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兄弟，能不能别吵，影响人家休息啊？你知道我谁？你谁啊？我们周周 TV 最大的户外主播。周周 TV 是吧？最大的户外主播是吧？哎，小李呀、啊。他们太吵了，安排一下。好的，方主，把服务器关了。服务器太严重了。哎，关服务器太严重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我给你别一张海报好吗？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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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号封了。给点钱吧，爷，给点钱吧，爷。给哥花钱，给你买个 iPhone 13好不好？哎，臭流氓，动手干什么呢？你还商量什么？关什么事啊？哎，我要饭拿个扳手不过分吗？啊，是吧？阿浩怎么了？这个臭乞丐欺负我，想打我！哎呀，这么小的，我走，班车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，班车？想跟你不帮我，念个硬火的是吧？行，我你走。小强妈妈在外面欺负我。现在小强胆子这么大吗？啊，对。哇，这么疼啊！班车，手上不爽，过来给你按一下。方志，这就我名上的超级多梦境，所以对方太疏于管教。哎，超级多梦境听起来有点意思。而且加了超级爽的格斗网游，9月17号公测，刷图闯关可是咱们男人的心头号。方主，要不咱们一起刷图闯关打怪？哎，这游戏很适合兄弟们，评论区全给我。哎呀，你们也太欺负人了！啊，哎呀，谁把你欺负成这样？还有你买家好，他们欺负我，你眼睛的东西。实在是对不起啊，明天回去我就把它废了。哎，以后少认识些这种不三不四的人。我也帮你捶捶好不好？滚！
姑妈，你们在吃呢，二叔你也在呀。呀，小周你来送碗呢，没等你了啊。哎，你该不会是个秋要饭吧？对呀、啊。哟，你会扯这么远还敢上桌吃饭？滚那边！哎，还是你们好。近期中国人集团携千亿资金入驻本市，达到最高楼。啊，昨天晚上我们大家集体没吃饭，把昨天的钱啊省下来买了这栋楼。对啊，这个投资其实我们是申请。哎，别牵我的手啊！给点钱吧，爷爷，给点钱吧。小乞丐，求你帮个忙，一会儿你就说你是我男朋友，进去有个渣男老是缠着。哎哎，他来了。哎，小倒霉怎么认识他到底？陪一个吃个饭，开个电影怎么样？这臭乞丐谁呀、啊？你怎么说话呢？这是我男朋友。小乞丐，我跟你说，不关你事，滚开点。小子，你怎么说话的？离我对象远点。找打是吧？啊啊，怎么了？老不要脸，一起啊！走不行。喂，爸。太感谢你了，小乞丐，我这里有点钱，你快拿着这个钱离开这个城市吧。没事，我倒想看看他能怎么着。来，美女就在这等他。推广渣男，你得用智慧。虚拟物侦探手游，自招智商吧。我们可以在赛博朋克世界里当侦探，剧情引人入胜，解密难度适中。当然，来看不到我宝藏社区，还会发现更多好游戏。你快走吧，你是侦探也惹不起他们。他爸爸是这里最大的老板，这条街都是他爸爸买下来的。哎，他们怎么来了？给点钱吧，爷爷，给点钱吧。今天那个妹妹真的漂亮。哎呀，你小心点，别撞。哎，几个臭乞丐，没长你见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。怕他干嘛？以前我跟小新一打十，四百小金。啊！给点钱吧，爷爷，给点钱吧，爷爷。来，老几个是公主。哎，老大子，一天天的，在公司能不能整点阳间玩意儿？谁给我个解释？哎，帮主，我们管理谈天天说个妈都不认得，消停消停。那你呢？我不是上个月不是去旅游吗？买了几个煤矿挖出来，全是钻石。哎，你呢？旗下几个餐厅天天开枪，天天太好挣了。哎，给你们定个小目标，好吧？亏一点，再他妈定下去，我要上福布斯了。啊，今天把他叫过来是要说一件非常严肃的事。哎，把手机放给他们。哎，我在游戏里被人欺负了，一大帮子人追着我打，光买的什么捞都被抢走了，气死我了。就是这个龙族霸业的对面分会，今天谁要帮我把头放了，我就是升职加薪。这是我们周周家族在卡门的弱点，别他妈的骗我！是，帮助，停止输出，我有给你说好玩，但是来输出。我如果所有收益都说好玩，是，我们旗下所有餐厅在你们辉煌当时，今天他们没脸。是，好的，兄弟们，我们一起出发。给点钱吧，爷爷，给点钱吧，爷爷。来，住手！你个臭乞丐，你管什么闲事？你们不要提个臭钱，别伤人。还装起大款了，你个臭乞丐能有几个钱？你们给我等着。